多伦多佛光山与多伦多国际佛光会秉持人间佛教慈悲喜舍的菩萨精神，今年再次于9月20、21日晚举办为文教慈善基金筹款佛光素宴。主办单位多伦多佛光山、多伦多国际佛光会联合于8月27日上午举办2014佛光素宴新闻发布会，邀请社会善心大德再次支持佛光文教慈善事业，并说明这次的佛光素宴主题和展示与这次的素宴重要的义卖精品。三年一次的佛光素宴，今年以佛光山开山宗长金明大师2012年所提出的幸福与安乐为主题。佛光义工以感恩、珍惜信友的心，再次以无私无我的发心，集体创作团队精神，筹备2014佛光素宴。在天灾人祸频传的今天，对世界、对大众致以最深的祝福与期盼。为了让更多人有机会参与佛光文教慈善事业，特别于9月6日、7日、13日、14日上午11点到下午3点举行素宴义卖精品预展预售，先行开放让大众观赏，有些义卖品可以用原满价当场购买。多伦多佛光山住持永固法师和多伦多国际佛光会会长陈伟才诚邀社会大众继续支持佛光素宴，支持本土多元文化和社会关怀。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佛光素宴呢，即将在9月20号还有21号啊，分两天啊，两个梯次的啊，这个啊星期六、星期天的晚上来举行哦。那么这个三年一度的佛光素宴呢，主要的目的呢是为往后三年啊，我们啊多伦多佛光山还有佛光会在社区上所有啊要进行的一些有关文化教育、慈善啊这方面的捐款赞助的啊这些慈善款呢，也都会啊要在这次的佛光素宴里头呢啊要进行这个主要的筹款活动啊。那么跟着这个同时举行的呢，还有啊在啊我们一楼大殿呢有啊叫人间有情图像展啊，也会展出啊我们从1991年啊由星云大师第一次莅临多伦多弘法的这些珍贵照片，还有92年啊开始的一些活动呢啊，也包含到动土建设啊，这按照这个时间的轨道呢来进行的这个图像展，叫人间有情图像展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整个佛光素宴除了是丰盛的精致的素食美食之外呢，还有各位应该是还没有看过的全新设计的这些节目的表演啊。那主要呢还有这些精品的义卖啊。那义卖呢分成现场的拍卖啊，那另外还有静态的这个义卖哦。义卖呢除了是活动这两天开始以外呢，还提早半个月啊，就有两个 weekend 在9月6号跟7号还有13号、14号啊这4天呢这些精品呢会进行预展还有预售啊，就是说有部分我们会规划出来啊，那么您可以前来关心啊。那么凡是所有这些支持跟捐助啊，我们会完全用在未来社区上的这些慈善方面还有文教方面的捐款啊，非常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前来关心、前来支持，也先谢谢大家，也祝福大家，阿弥陀佛。今年9月20、21号咧，喺多伦多佛光山道场咧，我哋会举办第8届嘅佛光素宴。今年嘅主题系幸福与安乐。我哋会用佛光嘅精神啦，亦都用我哋特别嘅我哋叫丛林菜去招呼大家，希望大家感受一下咧，同一般出边素菜嘅分别。佛光素菜最大分别咧，系我哋用全部义工嚟制作嘅。咁大家会见到唔单止欣赏我哋嘅菜式嘅色香味啦，亦都希望可以邀请大家。用心去欣賞我哋精心炮製嘅佛光素菜。咁我哋每年每一次嘅佛光素宴咧，都係為文化教育基金籌款嘅。基本上咧，我哋每3年咧先至會舉辦一次嘅，而中間動員嘅人力物力咧係
義工方面咧，我哋大概每一晚有300多人，兩晚夾埋咧，我哋動員500個義工，但我哋為數每一晚咧，其實得34位，兩晚係大概600多人。我哋相對嚟講咧，係用400多個義工咧去負責600多人嘅晚宴嘅。因為我哋本身唔係專業團體，我哋淨係希望咧用我哋嘅誠意去同社會大眾結緣，亦都希望我哋可以盡我哋嘅一分力量咧，為文化教育基金籌款咧，亦都可以回饋社會嘅。到時希望大家嚟共商善舉。今年嘅義賣物品咧係有超過500多種嘅，唔係單單佛教文物啦，亦都有其他社團啊、其他朋友啊捐出嚟嘅中國嘅藝術展品都有嘅，就算係中國郵票都有喎，係中國郵政正式嘅郵票嘅都有。咁大家可以想象到涵蓋嘅品種係相當多嘅。希望大家可以欣賞一下喺外地佛光山啊佛教團體啊所辦嘅中國節目嘅。好多謝大家。感謝收看今天的大都故事，我們下期再見。